小孩的特点呢，一个就是他的，就是脏器啊，他各个器官的这个还都在处在这种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啊，他的很多功能都不是特别完善，比如说他心肺功能啊，包括他的免疫力啊、免疫功能啊都不是很完善，尤其是越小的孩子，他就越容易这个。容易出现这种感染性的疾病。另外呢，还有呢，孩子呢，他就是生性比较好动嘛，比较活泼，他的这种防护意识啊，非常的弱。尤其是小婴幼儿3岁以下的孩子，他的很多防护都是需要家长来协助来做的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是一个呢，要做好这个家长自身的防护。啊，家长自身的防护，一个呢就是家长呢他自己也要注意，不要尽量去人多的地方啊，如果他自己有自身的这种不舒服，比如有干咳呀或者有低热呀，他要尽量的也要跟孩子去隔离开。另外，家长他自己的个人卫生，包括他的手卫生啊，这些他都要注意。比如他回家以后，尤其小一点的孩子、小婴儿啊，他在这个照护之前，他应该换衣服。真的，我们提倡呢，就是尽量都分餐啊，就是孩子有自己独立的这个餐具，或者家里有这种公筷公勺，这样尽量减少因为接触而感染的这种机会。有的家长给那孩子喂饭的时候会吹一吹啊，吹一吹，这个也是尽量避免啊。尽量的不带孩子去那个人多的地方啊。那么如果要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一定要出去的话，那就要给孩子做好防护。一个呢要戴口罩啊，要戴口罩啊，勤洗手啊。另外还有就是尽量的出门的时候少碰触一些公共区域的东西，比如说扶手啊，比如说咱们要坐电梯的话呢，尽量的去坐那种就是扶梯，少坐那种厢式的那种电梯啊，减少这种在密闭空间的这种传播的机会。还有，比如带孩子去逛超市买东西啊，尽量去少碰触那个柜台啊，那些摆放的物品，尤其是一些这种就是冷柜里面的冷链儿这种的运输的一些物品，这个都一定要注意啊。尤其孩子他自己不知道，他有的时候到处摸啊，到处碰，那么家长一定要看护好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特别小的小婴儿，像1岁以下的孩子，一般我们不建议戴口罩，因为他很容易发生窒息。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，一般3岁以上的孩子，我们建议戴那种儿童口罩，在他有保护作用的情况下，还能有一定的通气性。另外要跟孩子的脸部呢要贴合，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，这样他才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其实一般2-3岁的孩子，我们也不提倡戴口罩。及时的给他摘下来，让他通气。我们不建议孩子戴那个 N95 口罩，戴时间长了会对孩子的肺功能会造成损伤。有的家长给孩子买那种隔离的面屏啊，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，尤其小孩比较适合。就是如果孩子觉得孩子这两天吃的有点多，舌苔厚，比如大便又干的时候，比如有的孩子有口气的这种时候，给他吃一些这种具有清热的作用的一些这种小中药。也可以啊，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可以的啊，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说我长期给他吃这种，就类似这种什么板蓝根呀，或者双黄连这类的药，长期给他预防，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。因为孩子毕竟他还是，脏腑是比较娇嫩的啊，这些药物呢，他吃时间长了，对孩子的脾胃啊、消化呀，还是会有影响的。他有的时候起不到这种预防的作用，有可能会让孩子食欲下降啊，抵抗力反而下降。首先要干净，要卫生，然后要稍微清淡一些。说饮食上一定不要给孩子吃的太多，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容易有这种积滞啊，就是胃肠积热的孩子比较多，就是往往就是过量，比如吃高热量的呀、高糖分的、高脂肪的，这些孩子都比较多。另外就是像一些尤其像冷藏冷冻的一些食品要少吃。